主料鱼300克，香菇2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料酒一匙，大蒜、姜、青椒一个，洋葱15克，葱、生抽一匙，老抽一匙，水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鱼斩小块，下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入味。锅热油，下入鱼块煎炒。锅热油，下入蒜瓣姜丝煸炒，加入香说炒出香味，加入煎过的鱼块，加入洋葱青椒，翻炒均匀，加入生抽和老抽上色调味，一致砂锅，加少量水焖煮，最后加入葱花提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鱼块提前加入调味料腌制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